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午饭直播时间。今天这我是们，午饭时间。稍微早一点啊，因为那个时间不大容易凑，所以特别欢迎管清友老师，管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哎，各位大家好，一诺好。好的，好的，这个我对管老师算是久闻大名啊，虽然我们俩也头一次见面，线上见哎呀，面。客气客气，我也是久闻大名。好了，我们就不要咱互们相吹先捧进了。行一段相互吹捧啊。相互相互吹捧环节可以过去了。但是呢，那个管老师实际上是，我觉得他研究的一个是我特别不懂的领域啊，因为他是个经济学家啊。虽然我自己的工作很多时候都跟钱打交道，然后就个人也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学者吧。而且管老师原来微博包括他很多发的东西我都看过。我觉得有一个评价特别好，说你是一个特别温和理性的经济学家。我觉得这很难哎呀，得。这个评价我知道了，我知道出处了啊，呵呵，明白了，然后呢，所以最近呢，关老师出了一本书，叫做《新周期投资策略》。然后呢，说实对，话哈，我一般对这个什么投资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是不大愿意看这方面的书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骗子。或者不是骗子呢，也是说了很多大词儿看不懂啊。但是这本书特别好看，而且当然，首先管老师是他自己刚才讲的是一个温和理性的经济学家，而且呢也是非常，当然这个底层是非常专业的啊。但是呢，这本书其实我也翻了，非常好读，而且讲的非常的怎么讲呢？简单实用吧所以今天也特别高兴有机会能够跟管老师聊聊天，我觉得这个题目可能是很多人都每天都要面对和思考的，对吧？对我们的挣了钱，这个钱咋投资啊？现在的环境跟以前非常不一样了，在这种新的环境下，还有没有投资的机会啊？等等的，所以呢，也是特别期待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在讲之前呢，我就先请作者说说，哎，为什么会写这本书？而且这个很新啊，刚刚印出来，而且里面很多东西是跟2022年、23年是个非常当下的一本书。您能不能讲讲这个写这本书的契机啊？好的，其实呢也很惭愧啊，这个一诺确实也看了他很多这个东西啊，特别是在这个教育啊、育儿方面啊，而且他和闫静老师两位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同龄人啊，这个很惭愧啊，他们这么优秀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去公管学院做博后的时候，那年那个就07年嘛，闫静刚回国。就当教授了啊，这个完了之后，我们自己私下就嘀咕说，这个哎，这个人和人之间差距太大啊，确实还这个很感慨啊。那么今年他都要当院士了啊，回到这本书啊，我觉得挺好，因为今天午饭直播啊，大家边吃饭边听我们聊天就好了。就说来很惭愧，其实我也谈不上是经济学家啊，只是这些年这个阴差阳错。干了好多行业，然后一直在做这个经济研究啊，算是个经济研究和分析人员啊。其实我个人来讲呢，我是不大愿意写这样的书的啊。因为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可能更愿意研究一些长周期的经济的趋势啊，包括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啊。但是呢，和出版社的老师商量，他们觉得啊，还是这样，写这个呢，更安全，然后更实用，大家需求有需求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原来很多这个关于经济的一些思考吧，这个放到里头啊。因为你总还是要把这个经济背景给大家这个交代清楚。那么当然了，就是因为我个人这个从业经历的原因啊，就我不知道一诺了解不了解，因为我是在央企工作过。其实我是搞能源出身啊，原来我最第一本书是在清华出版社给我出的那个《石油的逻辑》啊。我是跟最右驾的，对。完了之后呢，后来就到券商去嘛。券商就因为做卖方研究，那么他的这个研究和咱们在学校里头，在这个一般的科研机构啊不大一样。他确实还是要有用。我们当时提了一个词叫"经世致用"，那个"世"呢其实是市场的"市"，就是你还是要看懂市场，然后呢提出的这个策略建议呢要可行啊，大家要有可操作的切口啊，要有抓手啊。那么后来呢？其实中信已经给我出了一本书，那个《精准投资》，结果卖的还不错啊，19年嘛。那么后来今年我们商量说，把这几年的一些思考、一些观察，那么再总结出来。因为这版和上一本书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啊？这版是我们和中信合作的，我们录了很多这个音视频的这个内容啊，很多呢其实是你会发现这个书里头很多口语化的东西。
所以就是我们一边讲边整理，啊，就出来这样一个内容。后来又发现还挺系统啊，我是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我们从头到尾啊，这个就用那种纯文本表达式的那种方式可能更好，因为更贴近大家。当然这里头呢，既有宏观上我们过去对于这个金融泡沫、这个庞氏骗局、金融风险，包括经济运行的几个这个阶段。啊，包括还有这个2018年以后的啊，中美贸易摩擦啊等等之后这些事情的思考，也有呢。我们结合大家的这个需要呢，那么在投资这个策略、投资方式上给大家一个梳理。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可能很多人看这个东西说这玩意儿看完了之后有什么用的，我能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当时在说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就是你必须站在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投资者或者普通个体的这个维度上呢。去给大家的一些，其实谈不上建议啊，一些参考吧。就是大部分人其实是做不了什么的，你会发现啊，那你做不了什么呢？我能做什么？或者说，我就是什么都不做。这里头呢，我们给大家不同的情况做了一些梳理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翻一翻啊。这个确实，我觉得不敢说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书，它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总结描述以及推演。完了之后呢，要提出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普通的投资者，我们怎么去应对这种局面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参考意义吧。啊，就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在这里头找到你的角色，然后找到你的角色呢，大概我们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梳理或者是这个建议参考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特别好。对，然后这本书就像刚才管老师讲的哈，他其实很，就是他刚才讲是因为有一个课程变成文字的嘛，所以的确是非常好读。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在诺言社区的也知道，我们今年其实是从年初开始，今年的主线也是关于财富的。因为我不知道亲友知不知道，因为我的读者可能70%是女性吧，然啊，后呢。你也开始给大家说说财富的事了啊，就是这需求还是有是吧？就是谈对谈对别对，的，谈其谈实育其儿之实，后就得谈这个问题是吧？对，因为我对觉得对很多女性来讲，其实我们女性遇到的社会问题的很多底层，其实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嘛，对吧？如果你经济啊，我上不知独道了，你这立，句话我给你翻译一下，就是说，因为在家总要管钱，管很多钱，但总要找个出路是吧？哎，就跟对。我们家的情况一样啊。是的，然后呢？所以其实经济问题是一个，我觉得每个人都无比重要，但是又没有什么场合可以谈的问题，因为一谈呢，很快就变成了一些，就好像就变得比较低俗啊，或者是说就变对呀，得。他们跟我一说，说这次跟一诺要聊这个财富话题，我说你确定是跟一诺聊这个话题吗？我们不应该讨论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家国天下情怀，讨论这个技术的这个学习、这个创新、这个引进、吸收、再利用吗？不应该讨论这些问题吗？怎么讨论这个财富话题？我也不理解，对，所以管老师，你成功的拉低了我的层次啊，然后那哎呀，个可不是嘛，就是我觉得很惭愧，对，但是呢，没我有，估计你也面临这个问题，是吧？在家管钱，就像我们家这个，我管大事，我夫人管小事，但我们家一般没什么大事啊，所以对，你大也事经确常实。要处理家里的小事儿嘛，对吧？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女性这方面，我是今年现在都9月份了嘛，我们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整个今年我的社群也是5年，今年第6年了，所以早就也很有意思，所以正好就是定了这个财富的课程，我就叫我当时可能你知道，我平常我们的公众号叫做不端不装有趣有梦，然后呢，今年我们就为了今年的课程改了一个叫做不端不装有趣有钱，然后因为有钱是很重要的，你们成然功后。的把这个 level 往下拉了一点啊，应该是或者说这个话也翻译一下，就是说我们更贴近群众啊，更接地气了，是吧？我们不光飘在天上啊，我们还脚踏实地对，没啊。有，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就算当年所谓飘在天上也要挣钱的呀，是不是？就每个人，我好觉得吧。如果说这个人不挣钱，除非家里是富二代有矿，我们又都不是，咱们大家都是70后，富大二家代有矿也得赚钱，也得产是生的，钱是的，也有啊。一个财富管理的问题，也有一个财啊，富那的。是那是那，对，所以呢，其实蛮契合的。所以当时他们那个团队说，管清友老来说，哎，我说太好了，我们正好聊一聊这个。所以呢，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您讲的，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然后呢，其实我今年做这个社群或者这个题目，也是因为我想对他
可以叫证明吧，啊，或者是祛魅，因为我觉得一般讲到钱呢，就是两个，要不然就是一般出来讲钱讲投资的，都是一些这个秃顶和大肚子的中老年男性，哈然后那个，就是这个行然业后已就。经完全被污名化了，或者是就确实是污名化对了对啊。呀，是啊是啊，就是好像都是摇头晃脑的，还要拿一个扇子，然后就这种好像来出来讲讲投资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好多所谓的精致的这个，就是讲的好像是不错，但是后边总是觉得他要卖你什么东西，对。就是这两类，对吧？我觉得一般手上还是要带串儿的大家，啊，啊，对手上对带串对对对，儿的，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就是财富或者个人的家庭的理财也好，个人的财富也好，或者是投资也好，这其实是在是一个非常中正的话题，而且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它是充满了，它是有规律的，有理性的，然后有选择的，有一些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后面的，就是对大事的判断的，有逻辑的，对吧？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每个个人和每个家庭都非常需要的非常中正的题目。但是呢，在这个所谓的市场上或者文化市场上，就变成了一个，要不然就是这个对，玄学，对，要不然就是说要来，就是你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坑你，你不知道他怎么坑你的，你就肯定在那儿。所以啊，我主是要觉这得。些年这个坑确实也比较多啊，对呀，确对实呀，比较所以多。我觉得就是像您这样的书出来是非常 timely 的。然后呢，我就给大家读一段特别有意思。我当时读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就是在第八页，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白老师的书哈，大家在直播间下单，应该是最优惠的价格吧？如果不是，大家不要找我啊，因为我们不是靠最低价给那，本来也不贵，这个原价在书评上定价就是68，然后在直播间肯定要便宜很多。Anyway 啊，吧，就千是万下别说贵啊！千万别说贵啊！要说贵，一诺要说了啊！要嫌贵，你要是不是要翻思考一车，下什么问题对对啊？对对对。但是呢，大家如果这个大家有都知道的，你这个随便一个投资失误，肯定就不止这点钱。所以我就买书，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最好的投资。然后呢，在这个书的第八页有一个叫做《普通投资者的烦恼》，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讲普通人。他说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安全边界，然后呢，要进行这个思想配置、分散投资等等。说，但是呢，其实这些事情都是要求都是很高的。其实对一个人，包括价值投资啊，你既需要有宏观的视野，是吧？又需要这个有这个时机的把握。所以呢，他就说，这管老师说，他说我对身边很多朋友说，他说投资是不要想这么多。你呢，其实不可能知道一家公司到底怎么样，你也无法预测股市，你也无法预测债市。在现在这样一个低增长、高通胀、高波动的时代，对大部分普通老百姓而言，我觉得只有两种选择。哎，下面这个金句就要来了啊！这个不是金句，这个要收费的啊！这68块钱兄大弟，家在书里，不过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下，他说对普通老百姓，所以我首先我再卖个关子，就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讲的很多都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所以是特别棒的。他说我只有两种选择，这两个选择，大家如果今天听了直播，听到了这两种选择，你这个你就算赚到了哈。他说第一个是有一定的资金积累的呢，可以多买点保险；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呢，换点不同国家的外汇，或者是买点黄金。说如果没得选，就这两个你都不具备，比方说你也没有资金积累，你也没有专业知识，那你就要做的就是保住工作，保住饭碗，尽可能到收入增长比较快的行业或者公司工作啊。所以我就觉得这这话两是个。不是有点扎心呀？啊，是或者说这的，个不够酷炫哈？啊，有点太实对在了对哈。对，但是呢，我就觉得，所以我当时看到这儿，我觉得，哎，这本书很靠谱，对吧？就是其实因为讲的很对，别说什么普通投资者了，就算大家可能在直播间，比方说看到像管老师看到我，觉得哇，你们可是不普通啊，你们每天研究这个。我跟你讲，我不知道管老师怎么样，我觉得我是很难搞清楚一个公司是怎么样的，因为你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就算是你有精力，就算是你全职做这个事情，除非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很高层、很核心的位置工作。你在这公司当员工也是不够的，而且当员工你也不可能不能炒自己的公司一的股诺，我票。跟你讲啊，这个以我对上市公司的这个观察啊，这个经常被股票套住的，恰恰就是这些特别了解所公谓司的人的，啊，公司对，高他管认为他了啊，解，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是其实就大家不要对所谓说啊，一个人很熟悉一个公司，特别是中国人里面，可能还有很多所谓内部消息啊，对吧？然后那个管老师在这个书里也直接说了，他说很多人就他因为经常讲嘛，很多人直接就跟他说说管老师你就别废话了，告诉我几个代码吧。对，告诉代码。对，对，那现在这个股市上还流传着这个一个段子，就是跟我有关系啊。我看前两天又有朋友这个拿出来发给我。2015年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在券商工作嘛，管卖方。然后呢，当时确实因为很多亲朋好友，很多人都在这个管我，
要推股票嘛，因为我们不是干这活的。好多人说你这个是做股评的，我说这是对我的侮辱啊！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不是干这活的。但是呢，你架不住，因为大家觉得你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完了之后呢，就是后来我就不胜其烦，我就说哎，不要问我股票了，除了股票，我们还有诗和远方嘛啊！完了之后，好多人说诗和远方第一个字母是吧？S H 这个 Y。这个 S 完了之后，哎，你看这什么股票呢？啊，这不是石化油服吗？结果那个月那个股票涨了30%多，到现在这还是股市上很多段子当中的之一啊，包括什么明星离婚了，完了之后什么什么红桥股份这个涨停啊等等，这种事多的是啊，那到现在还有。我想给大家说的啊，刚才一诺说的这个，我非常理解啊。其实我们不是干这活的，就是说。不是给大家什么介绍一个股票，你也别信这事儿啊，你也别信这事儿。我这说这话有点得罪人啊，这个，不，拿别千人万不要饭了，听哎，你别这人是推股票啊，千万不要听别人推什么股票啊，我也不推股票，包括现在很多冒充我们的号啊什么的，好像很多人还被骗了钱啊。我们不是干这活的，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啊，也给一诺他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做市场，就是从围绕着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做宏观经济研究。它和我们学院派做的这个政策研究，和大学里头做的这个我们说，理论研究，或者其实应用研究也是偏理论的啊，它是不大一样的啊。那么这部分人其实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持牌机构，有银行的，有券商的，是吧？有这个其他金融业态的。那我们现在相当于做点什么呢？就是独立研究，因为我原来在金融机构待过嘛啊。所以，其实我们本质上做的是什么经济研究啊？就是市场的，围绕着市场做经济研究。但这个呢，确实它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啊。就是说，因为经济背景梳理清楚了之后，你剩下的资产配置包括投资，你大概方向是清楚的。但这个和我们日常的炒股票是不大一样的啊。因为炒股票它更多的涉及到什么呢？当然，经济背景很重要啊，政策的分析很重要啊，包括各种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很重要。但它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什么？你短期的这个交易啊，就有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了。就是其实我们更多的角色像在一个什么呢？其实是在野战部队前沿指挥部或者参谋部啊，我们是做这个工作的，谋划分析啊。完了之后呢，但你真正的如果说在二级市场做交易，做股票交易，或者说你直接去买卖投资标的，那你是在一线在战壕里就是打仗的啊。虽然我有时候我，因为我们也涉及到打仗，比如说我们自己也要涉及到什么呢？你要到前线打仗，但我们日常这一块研究实际上更多的是像在参谋部里头给大家梳理清楚这个事儿啊，也很重要啊。大部分人其实你应该先清楚这个战场到底是什么情况，比如说天气怎么样，那么海拔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位置是吧？到底是山地还是沼泽还是平原啊？那么还是沙漠啊？完了之后，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应该有什么样的装备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这个武器啊？完了之后，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对自己呢都是有点过度自信，因为在这个市场，他觉得开个户就是投资，开个户不是投资，开个户，说实话，那你只是具备了当韭菜的条件而已啊。所以我经常就给很多朋友说，我说这个投资是你亏钱最快的方式啊。那好多人说找我们做节目的，然后就说，那你这么一说，我们就不要做这个事儿了。那管老师，你能不能不这么说啊？我说这个东西不能不说啊，一定要告诉大家，投资是你亏钱最快的方式。但是呢，你又需要投资，那么这个里头呢，你确实得搞清楚自己，搞清楚自己的装备，搞清楚自己的其实武器，搞清楚自己的专业知识，然后呢再下场。那好多人说，我过去这些年我们都赚了钱，我们不需要这样啊，我就是天赋异禀，我就是天选之人，是吧？啊，我就是天然智商高，那倒也可以。但是你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经济阶段，你其实就是享受的时代的红利的。我也讲过这个，我们不要把时代的红利当成自己的本事，也不要把这个话翻译成资本市场的语言，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市场的这个贝塔当成自己的阿尔法啊。所以认清自己很重要，特别是这几年，很多人踩了坑之后，慢慢发现哦，好像有点道理哦，好像有点道理。那么大家也发现，就是实际上这种所谓市场分析、经济分析，它是有它的这个用处的啊。我其实从作为一个经济研究者、研究人员这个角度，
说实话，我不爱写这东西，因为写这东西大家将信将疑，有时候还帮你说这个人怎么干这个活啊？但对，是呢，所以又有现实不的这个如，需求啊。你说，我说这就是对你你的说一种吧，侮辱，不，说的这特别个好。就做这些投资策略，基本上还是他还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市场研究的范畴之内啊。所以大家不要问我股票啊，我是知道很多股票，我也是几个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啊。但你不要问我，我也不会说啊。我就知道也不会说，更何况我好多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对这个市场的理解，我们有自己这么多年的其实从业的观察，以及其实理论上的分析。我经常讲一句话，我们很多我是不主张我们普通投资者直接去炒股票的。这个我不知道一诺知道不知道。我也建议你社群里的这些朋友啊，不要直接下场炒股票。一个是交易层面，你不是一个成熟的交易者。啊，除非你就是说，我就拿出这些钱来，我就准备交学费，是吧？哎，因为中国股市是全球最大的知识付费平台，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它有天然的很多 bug。注意啊，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你们可能知道啊，说什么大股东减持啊，或者什么 IPO 啊，你们可能知道这个。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市场天然的这些 bug，以及对于它对普通投资者不友好，甚至说。这个词有点敏感了，我不好说啊。它成为很多这个普通投资者的这个坟场啊，我们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所以你如果你不是一个作为成熟的交易者，或者说具备一定抗风险能力、具备一定心理素质，我不建议你这个直接进入下直接下场。我举个这个例子，我们普通投资者下场，基本上相当于你拿着大刀长矛。冲进一个重机枪阵地，你想它是不同维度的这种竞争，更何况注意，由于天然的这个 bug，很多机构即便是拿着什么呢，重机枪拿着冲锋枪进去，你会发现也不行，因为什么？这个市场本身还有高射炮啊，可能还有导弹啊，算了，我不说这些敏感武器了啊，它是这样一个生态啊，注意啊，我们这个市场可不是你看到的是什么风和日丽啊，天朗气清的这种状态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但是即便如此，那么到一定的这个资产规模、可投资产规模，你势必涉及到资产的配置。有很多人说的话，我觉得比我更扎心，但是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他说你这个可投资产就是纯粹的现金可投资产啊，最最最下限啊，低于500万之下，你不要讨论投资这个问题了啊。你对于你来讲，投资就是被收割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我们这些年就是体会是很深的啊，我不知道一诺感受如何啊。一样的，所以我想刚才还是回到管老师的书里面哈，其实后面也有一句话，他就讲，他说，对我们大部分的人 面对的情况呢，不要总觉得有若干投资机会、投资方法，只要抓住了机会、学会了方法，就可以一夜暴富、实现财务自由。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这个时候能少亏一点。资产少缩水一点，少遇点风险，尽可能的规避风险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呢，当然他就回来，后来又讲，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时候的想法，不要说我怎么样，它升值就最好不要欠，不要减，你就已经比很多的这个人的情况要好了。但是呢，后面他又转了个折哈，他说，哎，他说很多人说那行了，管老师，后面我就不看了，你这个书我不看了啊，对，说那个。对，你这个书，我听完这句可以了，我 get 到了就可啊，以了，对，对，我就不投了。他说我就猫着，是不是？他说，然后当然呢，这个关老师说其实也不是的，这个，因为刚才我念的这一段就在第十页刚开始啊，就刚才讲的这个真相。然后呢，他就说，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应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认知能力。就像刚才管老师讲的，因为他成天在参谋部，他成天看，对吧？他一看，哦，这边是这武器，这边有这么个大坑，有个沼泽地。然后他平常看到这些人，看到很多人冲到沼泽地里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并虽然刚才管老师讲了，他不会说啊，告诉你该怎么样选股票，而且他基本的建议就是你个人不要去炒个股，然后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那如果他这些年看了这么多，哎，这沼泽地这是什么？提供自己的能够我们跟着这个管老师这些年分享的这些东西，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另外我觉得这个书真的挺好读的。他说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相信大部分人会知道自己的财产。是怎么缩水的？投资是怎么亏钱的？对，完了之后说，哎，那就不用买了啊。这个我知道了，主要看前10页啊。
OK，那咱们就说点这个稍微提小提气儿的吧，就是这是很重要的啊，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个段子啊，因为就像刚才讲的什么，你这太逗了，叫什么全球最大的知识付费平台哈，既然我们都付了费了，至少应该有点知识嘛，是不是啊？你费都付过了，那你这个学到的知识是啥？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让你学到付费之后的知识，然后他说，但是问需要这个对有准备的人还是会给很多机会，所以我大概讲讲这本书里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它分了几个部分，第一个就讲的宏观的大趋势和资产配置，这是第一步第一章，然后里面包括我们的经济环境和投资的关系，资产配置的几个工具，还有如何去分散投资和规避风险。然后第二个讲到 A 股变局，第三个是讲的行业的配置，讲讲不同的新周期的行业机会。第四个呢是如何选好股票啊，虽然说个人不去去，建议不建议去选，但是呢要去理解他们，因为最终。就算是大家，因为王老师也讲了，就是其实如果这个，我觉得咱们稍微科普一下，就如果我们作为个体，最直接的是选个股，你不选个股呢，你就去买基金，对吧？那基金它是给你选股，然后呢，你要再不选基金，你就买银行的理财产品，因为理财产品会投到基金里，就是它实际上是通过三层隔离嘛。那很多人就对大众来讲是做理财，那但是呢，理解就是，但最终他们这些机构还是会在。个股的层面去选，理解他们是怎么样选的，这是第四章。然后到第五章呢，是进阶，就讲的基金、房产和黄金啊，我们怎么样从基金的角度，从房产的角度。然后呢，第六章是规避风险，就是讲就是怎么样少亏一点。这是这个书的这个 layout，大概是讲的是这个。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聊聊吧。第一个就讲的怎么样了解这个大势是吧？然后在大势里面，刚才这个书里面，白老师讲的，他说有三个共识，就是关于我们2023年这个时间点怎么样看啊，现在的大的这个趋势，三个共识里面就讲的整个的是中国的，就是现在大的这个趋势吧。要不然你也不用讲你书里的，这都你自己讲的，讲讲我们怎么认识现在的趋势吧。有您讲的三个共识是什么？现在呢，确实啊，这个我们真的得认清大势。这个话呢，其实我觉得放在5年前、10年前说啊，大家那个紧迫感没有那么强。但是我相信，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对这一点应该是有共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认清了大势，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普通个体啊，大部分能做的事情不多的，啊。这我也实事求是的讲啊，能做的事情不多啊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估计呢，能愿意看这个直播，看我们今天午饭聊天这个，大部分还是有点条件，就是可以做点事情的，可以做点准备的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个大势呢，我们简单说啊，总结几个特点，就是从原来我们经常考虑不确定性很多啊，到现在就是极端不确定性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且你无法预料，是无法预料的啊。原来我们经常说，黑犀牛、灰呃呃灰，这个黑天鹅、灰犀牛是吧？但是那是能看见的，你知道吧？就黑天鹅现在很多，灰犀牛很多，你是能看到的。但现在你是不知道的，啊，百年变局嘛，百年变局，官方这么说，那不是随便说说的，是吧？就是从这个所谓不确定性到极端不确定，你是无法预料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经济周期或者经济运行的方式确实发生变化，啊。大的来说呢，我在书里头讲过啊。大的来说，从过去我们熟悉的这种高增长啊、低通胀、低波动，变成了什么低增长、高通胀、高波动。这话再翻译一下，就是作为我们普通个体来讲，你会发现赚钱越来越难了啊，存钱越来越有必要了，大家会越来越保守，然后产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内卷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跟你讲，大部分人没什么办啊，但是呢。有一定基础，我们或者我们说啊，不管是中产还是伪中产，因为我们中国的中产大部分都是伪中产啊，有一定办法的，你能做到的就是实现跨周期的、跨市场、跨标的、跨币种的这种稍微分散一点、对冲式的投资，而且这个投资是防守型的、防御型的，和我们原来说的这个积极型的、进攻型的投资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为什么最近国内的金价高于？国际金价大概接近4%点几，甚至一度出现了跨境的套利。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哎，大家逐渐的意识到啊，哎，我得多币种的这个配置啊。那又发现我们又有比较严格的这个外汇管理的这个措施啊，你会发现能用的不多，是吧？用的额度不多，
那怎么办呢？要买黄金吧。哎，那很多人就说，那你怎么不买股票？出了这么多政策，你怎么不买股票啊？啊，你想想，你为什么不买？啊，是你觉得这个股票赚不到钱吗？啊，那不是股民很多吗？啊，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当然，有些话我也不好在直播间里头说啊，但是去书里头看啊，不是故意卖关子啊，就是有些人这词儿比较敏感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大势其实变了，整个我可以这么说啊。我们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一些逻辑，包括对外部环境的分析，这个逻辑变了，系统性变化。这是这一次，我觉得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看资产配置，还是看宏观经济运行啊，还是看我们这代人的这个所谓命运，以及下边几代人的命运的这个根本逻辑变了啊。所以说到这里啊，我也想这个请教于诺老师一个问题啊。其实我特别想跟他聊聊教育啊，育儿的问题。昨天晚上跟孩子还发了一顿脾气啊，我说这个10岁的孩子啊，这个完了之后，我说人家都搞奥数了，咱们还在催作业，完成不完成？你能告诉我如何让孩子能至少把作业完成吗？这是我现在面临的棘手的问题，我告诉你。男孩还是女孩呀？老大是个女孩啊，10岁的是个女孩是吗？对，哎，那他不完成作业，他在干什么呢？做手账啊，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他很忙啊，他很忙的，对呀，那就是不这忙做手账不挺好的吗？因那就为不完成作业哈，我跟你讲哈，就我觉得我经常给孩子们家长讲两个东西，就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现在教育里的东西是反教育的，是反人性的，然后比方说作业这个东西，我觉得当时10岁可能还好，比方说很小7、8岁的时候，其实就不应该有作业啊，就是我们对学习这个东西呢，有一种路径上，就我们认为，比方说学习就是干这个事情才是学习，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他干很多事情都是在学习。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作为家长，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很难，就像刚才你讲的，跟孩子干了一架，就是我们家长会很容易成为这些权威机构的要求的帮凶，就不管这个要求是对还是不对啊，因为是权威机构给的，老师也好，学校也好等等，我们会不加思索的站在权威机构的一边去挤兑孩子，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于情于理都是占了上风的嘛，对吧？那就是既有这个。道德上的制高点，又有权威的加持，然后这个是非常容易进入的一种状态。那其实对孩子来讲，孩子是很可怜的呀，对吧？那孩子，那如果本来在这个权威就已经这么讲了，然后我在家里边，我这点时间还得被我最亲的人挤兑，他是很惨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第二个，就是可能经常要提醒自己，不管怎么样，你要跟你的孩子站在一边，你不要，因为我们非常容易会进入另外一个角色，因为就像刚才讲的，因为他很容易，而且他有各种，道义上的、道德上的、法理上的等等吧，于情于理你都是占上风的，但是呢，你又会讲，哦，那我怎么办？还要写作业的呀，是不是？那写作业你就帮他忙呗，你帮他写呗。不是，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是这样的呀，但是我是觉哎，得，我想我，但是我说一个我的案例啊，就是我在就是大概这个年龄的时候，当时后来我爱人还批评我说你怎么能跟孩子说这些？我说我们那时候小孩这个写寒暑假作业，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四五个小孩分成一组，然后抄把作业互相分抄给的分，嘛，对，不是每一人做其中四分之一一部或五分，分之一，然后对，做完了之后互相抄一下啊。对呀，是的呀，就是你说这件事情，你要是把它上纲上线，那就是很错误的嘛，对吧？但是是啊，呢，你想想，这不就是最早的团队协作嘛，不挺好的嘛？不是，哎，我们这话题拉回来，我们这话题非常不正能量，我发现啊，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小时候我在我的书里写过，我小时候最讨厌写寒假作业、暑假作业，每次都是要开学前几天在那儿使劲的补，然后呢，那个而且也补不完。哎呀，那时候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就跟我说，那个我姥姥嘛，我姥姥是，我就说我姥姥是个特别棒的教育家，她每次在那个时候就说，她从来不说怪我，说哎呀，你看你怎么不早，是吧？不早点准备啊？为什么不？她从来不说，她说她就每次在那跟我一块骂学校啊，为什么布置这么多作业，好讨厌呀。当然是用济南话说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后来我就想，我说那个时候，首先你自己其实心里是有负罪感的，你也知道你没有做，对不对？你不是我们小孩子也知道，
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的人也在给你窗口上撒盐，你说你想你啥你啥心情？这时候如果家里人说，哎呀，你看这个就是不该布置作业，就是不该这样这样，你不管怎么样，你会觉得啊，我心理上是很舒服的。其实你该做还是做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你这件事儿就跟你孩子商量商量，你孩子肯定还是很能干的。首先，而且还哦，对，我要给直播间的这个同志们说一下，很重要的，我经常讲，这是有科学研究的。你这个孩子以后怎么样，80%基因决定的，所以你这着急也没啥用。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是吧？对的，只能怪你自己。对，有没有这个所谓这个基因变异和这个我们说生物学这个概率飞升的，就是这个有变啊有化基啊因有变化的可也能性有，啊？有这可能性。那只要如果有，要感谢你老婆提升了你们家的基因啊。对，我得感谢一下我老婆，对，好的，哎，咱们回到这儿，省得人家这个什么的。哎，你刚才讲到这个就是关于。大家避免那个，我就想，可能我要替很多，我要可以问一些大妈级的问题，因为我就很有很多人这些问题，大家会想，哎，如果你这么讲，现在风险这么大，对吧？然后干什么都会投，而且这个很险恶，我作为一个小股民，啥也不懂，只能当韭菜，那是不是我最好的方案就是把钱拿出人民币来，这个拿出现金来放在床底下呀？这看你钱多钱少。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都是亲身经历啊。这要看，真的要看个人情况，真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了解底层逻辑很重要呢？因为你这个底层逻辑清楚了，你大概就知道根据自己的情况怎么去做了啊。因为你有一次我去某大型商业银行的一个私行这个场合啊，有一个大姐就这个交流完了之后就拉着我。说这个请教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你有什么问题哦？他说你说我要不要把钱从银行拿出来放在我们家那个楼底下？我说你在这里头存了多少钱？他说哎也不多，不到2亿啊。哎呀，我说这个我说是这样的，这个这种呢它不大好放了，容易生虫。像这种呢你没有必要拿出来啊，你稍微分散一下就好了啊。这是一个故事啊，这不是故事，这亲身经历啊，真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到另外一个商业银行的一个，也是一个私行的场合，然后他们还是一个重要的庆祝活动，哎，弄得还挺尴尬的。这个有一个老先生呢，就会后提问，这种场合我一般都不建议这个主办方提问。我说这个，因为这2年市场不好啊，挺尴尬的。我说不是我尴尬，我主要怕你们尴尬，我主要来了讲讲我们的这个经济逻辑呢。一个，然后他们坚持提问，坚持提问呢，就会一个老先生上来就说：“哎，王老师，问个问题，你说咋办？你说我在这个银行买的这个基金啊，现在已经亏了45%了，我是割肉出来呢，还是怎么怎么地？啊？”然后我完了之后呢，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真的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我说：“场下我跟你说说，到底买了多大规模，什么时候买的，是吧？”哎，然后呢，我就讲了一些通行的，比如说买基金，很多人讲说这个。我们要这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是吧？啊，那是教育的事得找李一诺是吧？啊，搞生物学研究的你得找闫宁是吧？这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没错呀、啊，对吧？啊，那我也听了你的了，你不是这么说？那专业的人我不就得找基金经理吗？对啊，我也买了，为什么我这个亏了30%、40%？今年亏到30%、40%的人特别多啊，今年基金啊也特别这个不好啊，灰头土脸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里头就涉及到什么呢？你买的节奏，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从投资这个角度来讲，大部分人无法规避人性的弱点，包括我们自己也踩过坑啊。但你踩到坑，你是要能承受，或者说不至于说让你踩到坑之后你就残疾了，或者说就不行了，这个一定要是要做到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买基金也好，买股票也好，这个时间节奏很重要，特别是买股票。当然，买基金是很多人说，当然，这个银行、商业银行里也来找我说，这个不错，这个基金这个经理很好，这个机构也很好，怎么我们买完了之后就这种局面了？这个时候呢，我再说句得罪人的话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看我那本书啊，我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因为我们相对来讲是个独立研究机构，所以我们会给大家点出来一件事，因为每个机构它有不同机构的业务模式和业务的勾稽关系，注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商业模式，这个商业模式他无法打破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跟服务你的客户经理呢，你要有既要听他的，同时你也有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凡是密集的发行基金，就是基金非常好卖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接盘，变成接盘侠啊，因为这就是人性啊。股市越好，基金越好卖，基金公司越多发，完了之后呢，大部分。
高位建仓，高位接盘。那么现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发基金特别难啊！我不是建议大家现在去买基金啊，就是一定要去什么呢？这个我们说卖在人声鼎沸处是吧？买在这个所谓的无人问津时啊，这些话大家都知道啊，大家也说啊，这个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要谨慎，别人谨慎的时候我们要贪婪啊。但大部分人都是别人贪婪的时候你更贪婪，别人谨慎的时候你更谨慎，对不对？而且呢，现在逻辑又变了啊，所以我觉得回到这个拉回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话题要说呢，它就可以说很多很多啊。那么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因为到你能够要去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你一定是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呢有一定的积累，在这个领域别人是比不了你的，但在资产配置这个领域，我们一定要。慢慢的清楚底层逻辑，我们要让自己变得更专业起来啊，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尽量的不要扎堆儿，在投资市场的不要扎堆儿，就是不要产生那种羊群效应。你就这么想吧，很简单的常识啊，在这个市场上，如果大部分人能赚到钱，啊，它不是大部分人能赚到钱的一个市场，那一定是少数人。那么当大多数人去做的这个事情。从概率上来讲，应该是错的，啊，我以前我在券商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研究员很有意思，他做这个策略就是给策略，他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把市场所有的同行的策略呢都看着，如果大家一就是大部分人看多，他一定看空，啊，他一定是反其道而行之。其实这个有点讨巧，但实际上是这个事呢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说，其实我们还是要让自己了解这个底层的这个逻辑，还是要学习，真的还要学习，保持一个学习的这个状态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一诺，对，所以还是回到就是大家推荐大家买这本书啊，因为书里面讲的还是非常简单。首先啊，就是因为我可能很多朋友在我直播间知道我应该经常有一些跟作者聊天，我的一个 principle 就是书我都看的啊，都是我看过的，所以这些书。我这个周末，其实我昨天才拿到，但我基本上昨天翻完了，我就觉得很好，很不错，因为非常好读，也感谢中信嘛，因为中信这个，我觉得一个书从一个思想变成一个可以跟读者交互的一个产品，还是需要很多工作的哈，我觉得中信做的也很好的，对，所以刚才讲到就是去理解这个底层逻辑，这个没办法，就是不是说，哎，如果说的不好听点，如果在一个更好的更正常的市场，可能我们找一个基金经理或者搞一个什么长线的放在那儿10年不管，它也会涨，对吧？你买那个 index 也不错嘛。那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状况，你不得不就有很多的这个学习的成本和负担是在个人层面的。所以呢，有这样的一套书比较简单，用很清晰的逻辑来讲是很好的。而且刚才那个听友讲到你做研究，我才知道，我说因为你的那个研究院叫如是，是吧？是叫如是吧？如是就是 as is，对吧？as is。所以其实大家讲我们讲什么叫智慧？智慧其实就是 see things as is。就是智慧，对吧？就是看到什么，就是看到什么。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的也是很简单的两个名字，就是这个可能越是在一个，就是相对，就刚才讲这种并不友好的大环境里面，这样能够去 see things as is，就是能够如是看到什么是什么，这个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吧。好。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在书里面讲的。刚才我们讲第一步是讲的大势，是吧？就因为今天肯定没有时间把整个书都跟大家过一遍，但是我挑一个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在直播间下单，能看到这个书哈。然后里面讲到专门讲到，就刚才讲到第一个，在投资的时候讲了一些这个新周期的行业机会，这个你能讲讲吗？现在还有什么行业有机会？大家该怎么看行业呢？可以这么说啊，这些呢，就是对于这个所谓行业有机会，我们肯定是要做的梳理。但是从作为投资者这个角度来讲，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行业跟你有没有关系。其实跟大部分人没什么关系。我们对。现在发现，就是我们整个经济运行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确实有很好的行业啊，这些行业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呢，它跟大部分人没关系啊。那么也是我们现在面临啊，就是。这个失业比较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汽车出口，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了。电动汽车确实也很好啊，而且现在面临全产业链过剩，很内卷。但跟你有关系吗？跟你关系不大。你除了买个车、修车，跟你有什么关？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啊，努力的去找这些所谓的市场缝隙。那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独立研究团队，我们也会去找，就是我们在这里头大概是一个什么角色啊？我们能抓住其中哪一些点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找，比如说我也经常参加一些汽车的会啊，包括这个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啊。这个技术企业的一个会啊，就尽管我是个外行，但是我们在这里头，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我们是有一个切入点的，或者说我们也是它这个产业链当中漫长的产业链当中的一环，这个是我们可以找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经济的这种增长，从无论是从这个这些所谓的景气行业，还是说出口啊，但是出口其实下滑也不多，我们比越南、比韩国、比台湾地区好强多了，怎么就感觉出口很差呢？因为出口的普惠性不够了，就是我们看到原来这些中低端产业真的被替代掉了，但是跟大部分老百姓相关的恰恰是这些中低端产业，你不能每个人都去当这个所谓的马斯克，不是马斯克也只有一个，你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李一诺，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闫宁啊，就这么个道理嘛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得找到自己的这种所谓角色。啊，找到自己的这个机会，当然我们也得清楚自己的所谓的约束条件，啊，那么为什么说其实，在这样一个其实内卷化的过程当中，我曾经有一个谬论啊，我是主张什么呢？这个积极躺平啊，就是四路如躺平啊。现在很多人躺平的这个公开讲啊，说这个不够正能量啊，就是既要积极又躺平，既要躺平又要积极，啊，就是保证什么这个。这个45度啊，躺不下啊，不是完全这个躺下啊，随时能起来。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啊，让自己变得更松弛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用十分力和10年以前十分力，你可能能获得20分的这个收益，但是现在你用十分力可能只有5分的收益，那你何必呢？那没必要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比我们这代人要通透得多啊，当然他们条件也更好啊，所以你看，今年就很有意思啊！我总结一个说，今年这个所谓中国人躺平三件套啊，中药、烧香和彩票啊。那今年彩票卖得特别好啊，然后呢，中药产业、中医药的股票也特别好，这不是随便说，不是瞎说的啊。我今年还有一段时间，我还喝了点中药调养，说这哎正好有时间，哎喝点中药调理调理身体啊。那么它其实反映了一种什么呢？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心态，就是大家适度松弛一点。然后呢，看清楚。当然了，就是说，对于更多就是人，我觉得啊，我们都从那个时候过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突破这种所谓的内卷，以及说天花板，啊，我刚才讲，你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李一诺那么聪明，他可以考上清华，完了之后，这个他可以做自己的事业，他可以尝试很多啊，他的教育孩子也教育得很好，是吧？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都是像我这样的普罗大众啊，我们得想一想，时代还能给我们什么机会，是吧？我们还有什么风险？哎，我们还能找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机会？我觉得是，其实要有这样的心态啊。啊，一诺，那么黑人呢？你这有再这样，我把你拉没有，我不是黑人，我这实事求是啊，黑了。是 好，那我们那个回答一下这个叫什么那个这个直播间里有个问题哈，就是说，因为其实听友的书里边写了关于如何避免成为韭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愿意都不想当韭菜是吧？当然，实际的情况是大部分是韭菜，我也是韭菜。所以呢，其实这里面叫饥民必修，提升认知，不当韭菜。在189页，大家买了这个书可以看啊。还是会要大家大家在这个直播间的话，还是应该是价格最优惠的吧？我应该觉得应该是哈，所以大家还是可以买的，而且很易读的一本书，不厚的，可以拿回去看。那正好我们直播间里有一个问题，叫做普通投资者现阶段适合投资房产吗？然后这个可能跟这个如何避免成为韭菜有关系哈。这个如果问到您，会怎么回答？首先呢，我不好给建议啊，不能有任何投资建议的倾向啊，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过去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问自己，你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对吧？多大年纪？你什么样的心态？我昨天在跟另外一些投资者在交流的时候，我还在说，其实我们看待这个行业也好，看待这个世界也好，其实不是取决于外边的人。而是取决于什么？你自己。
不是取决于李一诺，不是取决于老管，你知道吗？是取决于我们自己。这个有点像什么？我们的中学做数学题，就是我到底用哪种方法？我从这个 AC 边上做一条辅助线，还是从 BD 边上做一条辅助线？你做辅助线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你后边你的解题方法以及最终的结果，对错与否。我这个话说的不是故弄玄虚啊，是这样的。过去我们也经常会说啊，那我们就给大家一些建议说啊，那这个时候啊，一线城市可能最核心的这个区块啊，最核心的这些房产可能还有一定的保值功能啊，甚至有点增值功能，大部分没有什么保值增值功能了，等等等等。但是问题来了，你是刚需还是改善？你几个小孩儿是吧？完了之后你是准备出国还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还是在贵州是吧？这些都不定，这些条件不定，我没法说的。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底层逻辑在哪呢？就是房地产行业的大逻辑、大的这个周期肯定是变了的啊！无论是从行业本身，还是从政策周期，还是从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种背景以及增长方式的这种变化，大逻辑肯定是变了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么现在投资房产与否？和你整个资产配置其实它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我可投资资产像李一诺一样啊，只有区区1个亿，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还是要配置一点房产，对吧？哎，还有点钱是吧？配置一点房产。那我比如说啊，我可能我捉襟见肘啊，我还能换点外币，我还能这个买点黄金，我还能买点房产，我也有一套房子住了，那是另外一种选择。所以它一定是多维度的，大家看一看书里头，我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是哪一个群体，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实事求是。那我们经常问到有一些年轻一点说这个，还有要不要把我现在的房子卖了？你看这个房价撑不住了。我说你多少房子？他说我现在就自己一套。我说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所以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我想假定我们按照一个基准情况啊。如果你是一个改善型的啊，假定你有一套自住的，你现在一个改善，你在一个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住在哪里，那我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如果你在一线、新一线城市，你想改善啊，我想换一个大的，是吧？我手里头有一部分钱，完了之后呢，我又想把原来那个小的卖掉，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可以啊，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你别正好就去买到那个什么的这个最差的那个地方啊，你要挑一挑。核心就是说，尽可能的买白菜心儿，买白菜心儿的地方啊，买最好的那个地方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呢，就是一言以蔽之，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啊，不是说啊这个哎，你管老师你给一个什么什么策略啊，不是这个，我也不是干这事儿，我也不是卖房子的啊。另外我再插播一句啊，因为这个李诺的这个直播间啊，这个影响力很大啊，我确实说过啊，如果你现在买不起，就多买两套这句话。我想再澄清一下，但是大家一定知道啊，每一个阶段这个策略它是有时间节奏、有时间周期的。第二个，这个原话真的不是我说的，这是北大某位著名教授啊，在2001年跟他的学生说的。我跟他的学生是好朋友，后来就转述了这句话，而且这个话在这个5年以前、10年以前，这个话说的是没错的啊。他强调了什么？你把自己的杠杆用好。啊，要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这个要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也不是我说的啊，也是国内某知名大佬说的，我只是转述了人家的观点，人家是有一套系统论证的。咱们现在很多自媒体就把这两句话经常性的拿出来，你看这个人就胡说八道，这个人就是又给开发商站台，这个人又是这个资本家的走狗等等等等啊，因为我就见了太多，我们也没什么反驳的余地，所以借助一诺这个直播间啊，再澄清一下，现在肯定不是那个阶段了。投资策略是有时效性的，注意啊，投资策略是有时效性的，你不要拿着人家10年前的观点说啊，你看今天那个人胡说，那你要把李诺这个当学生的时候说的很多这个当时的观点拿到今天，他能行吗？肯定不行嘛，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道理。好，到时候把你这个澄清给你剪出来，给你单独放一放，给你证明一下。好的，好的，然好后，的。对，那个，但是我就觉得，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又是最难的。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哈，你少说说我有1个亿，我有1个亿就好了，我有1个亿，我现在还费这劲。然后我那少个，说，你是1个亿的欧元是吧？对的，你看看你，我拉黑你，我跟你讲，我就跟你说呢，这个。
其实呢，这个叫做，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讲，特别是对中国人，因为包括我为什么讲我的社群里面很多是女性哈，就刚才讲，大家要看到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要知道你的情况是什么，而这个又是恰恰我们的文化里面和教育里面特别不重视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谈到投资，可能想的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就算不吃饭我也得买啊，就算是怎么着，就是我们会认为，我们其实把自己的这种。因为现在中英文有个词叫 well-being，对吧？well-being 就是你不仅仅是你可能能吃饭，你整个状态是比较好的。就是可能这个 well-being 不仅包括我有钱，当然钱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的心情，包括我有没有，比方说我可能买了一个房子，以前我可能走10分钟就可以到，现在我要坐一个小时的地铁，那它对我们的 well-being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也可能这个房子的确升了值，但是可能因此带来的我们可能最终少活了2年，对吧？你这个价格怎么算？那可能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认为这个价格是这个是不重要的啊，就是我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是不质量是不重要的，或者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我们没有一套逻辑或者是思维的方法去衡量这个东西。因此呢，我们很多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讲的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们会认为，哎，投资这件事情不管我。多么糟糕！你只要告诉我这个东西赚钱，我一定要去买啊！就是，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就是反而是理解对，自己这就是当韭菜的必备前提。我准备下一步跟中信这个商量商量，我要不我们真写一本《韭菜的自我修养》，这就是当韭菜的首要前提。你就快了，就是你当你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说关老师，你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就直接告诉我买还是不买，或者是你直接告诉我代码就好了。哎，你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个，哎，还不是资深韭菜啊，这个一个新鲜韭菜的这个初步的这个特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嫩绿哎。的，对不对？嫩绿嫩绿因为的，你对怎对么对，想，就是我们说你怎么做，第一条这个辅助线就决定了你后边怎么做。对，当然，你这条辅助线做错了，基本上结果也是错的，是啊。的，是的，所以是这对，样，所以但我我就怎么问问题，我大概知道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段位上啊，就是在这方面啊，大概什么段位上，就是这样。对，就是为什么这么糟糕，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作为韭菜的基本修养是非常优秀的啊，大家都是优秀的韭菜，然后我们都认为自己的 well being，自己的这个东西叫鸡汤啊，不重要啊。比方说，我有时间，我也不会陪我孩子做作业的啊。这个东西你学校你去了你就去做就好了，我就给你发发活，让你做好就完了。然后剩下的时间我还要炒股呢，对吧？就是大部分人实际上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这些东是西是的，不重要的，所以这个是。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今年来讲财富，我说我也不是个搞经济的，不是什么，但是我就认为，其实我们这个刚才就你说的这个起点，大部分人是没有的，不仅没有，也认为它不重要，或者是说它如果重要的话，那暂时也可以要放一放，而且大部分可能跟年龄也有关，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所谓的享受了改革开放红利的这一代人，现在可能40-50岁吧，是吧？那其实身体还没出现太大的状况。老人呢也都还 OK，就是基本上在生活里面，虽然可能两头都比较有压力，但是呢，毕竟还没有说我已经走不动了啊，或者我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对未来产生一种基于过去的预期。那过去因为这几十年实际上是非常难得的几十年，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对将来的预期是一种过于乐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对吧？就会有你这种情况，就是我其实也不是不考虑，他考虑了之后，但他认为我的基础情况跟以前是一样的，我的身体还会这么好我还会这个就是反正以前也不错嘛，那个红利也不会离我那么远，或者是倒霉的肯定是别人，到不了我自我己这头话我给你翻译一下啊，云诺，就是说，上。大概相当于说什么呢？我们习惯于把一个什么呢？把一个离散事件看成一个连续事件。注意啊，就是其实我们过去经历的这些事儿啊，实际上是离散的，不是连续的啊。你不应该想当然觉得说，就像很多人写段子说，现在中产阶层的这个叫作死三件套嘛，是吧？哎，这个老婆不上班啊。这个孩子上国际学校，完了之后自己负债1000万，然后买房子啊。因为你的这个财务安排是按照自己收入最高的时候，完了之后呢，还有股票期权等等这些啊去安排的。当这个市场一波动，政策一波动啊，外部环境一动荡，完了之后你整个原来这个财务链条就崩塌了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互联网大厂在的地方，这个房价波动特别大的这个基础逻辑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问题啊。那么不是说不可以判断，就是说当发生变化的时候，你一定要迅速的要看到你原来这个财务安排的逻辑变了啊，你应该迅速的调整啊，甚至说你应该
所谓的先人半步，先人一步。我自己体会很深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啊，就是一定要清楚一点，我们不可能站在上帝视角去看啊。如果回到20年前，我会如何如何？回到20年前啊，那我一定满北京城买房子，这还用说吗？对不对？但是没有人有这个所谓的上帝视角。那么我们能做到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学习啊，其实主要是学习和思考啊，能够提高一点这个认知的这种能力。其实先人半步就好了，先人一步都很难啊，所以其实是这么一个道理的，特别好。OK，我们最后10分钟啊，因为那个关老师也有事儿，我们今天是40分钟就关老师要下线了。然后呢，首先还是说在直播间里大家买这本书，这个书蛮好看，我刚才推荐了很多次了，而且里面有很多刚才我们谈到的，大家觉得哎听的挺对的，但是哎想再多了解一点，在书里都有啊，大家可以在书里面看到。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吧，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敞开聊一聊。因为你也讲到，最终就说就是投资是投资自己，是吧？你就刚才你讲到，比方说思考、独立思考能力，然后认知的水平，那你要不然跟大家讲讲你平常怎么投资自己的？其实这个话，这个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啊。首先，我觉得对自己要有个清醒认识啊。比如说，这个我刚才讲到，虽然我们都有一定的这个专业领域。啊，可能我们在某些领域还有点小聪明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比如说我对自己的这种，就是我肯定不是特别聪明的那一批啊。这个我刚才讲到，2007年我到清华公管学院去做博士后的时候，严宁已经回学校当教授了啊，已经海外学生归来了是吧？然后后来你们就看到一诺和严宁的他们姐妹俩的这个经常这个做节目啊，这个交流大家也都看到了啊。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可能每个人，无论是你从专业领域，还是说你自己的性格，你自己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综合分析吧。你要知道，就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啊。我记得这个谁啊，大家不一定同意啊。这个，但是我倒觉得挺有感触的。这个复旦的那个退休的哲学教授王德峰老师讲过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你这个人啊，到40岁还不认命啊，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啊。那么，但我不是炫耀消极主义，不是说认命不认命啊，因为我是相当于说，这个算是40岁，算是半退休状态了啊，因为我就从机构辞职离开了啊，做点自己的事情，就是对自己要有相对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个很重要啊，无论是自己的智力、专业，还是你所处的这个时代背景、经济阶段啊，你自己真的要清楚啊，至少相对模糊的要清楚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自己适合做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即便是什么呢？他对这个市场不大了解，他天然就是一个优秀的交易员，他就适合每天在这个市场交易股票。我也见过这种，确实有这神人，啊，那就是老天赏饭吃。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啊，这种人凤毛麟角，九牛一毛，而且我们经常犯那种所谓的幸存者偏差的错误。什么叫幸存者偏差？就是。没来的举手，今天开会没来的举手啊，没有人没来的。我们看着都是来了的，但是实际上没来的那个才重要啊。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来了那批人啊，这一点就是我们更适合哪一类。别人有的人适合交易，但是凤毛麟角；有的人适合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在这个领域更加专注，我能比较早的这个升职加薪啊，积累一点财富，完了之后呢，我能够比较稳妥的保值，还不是增值啊。这是大部分人的状态。我在券商的时候，当时呢，我跟我一些年轻的同事就讲过这话。我说这个行业它最大的好处在于哪儿呢？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借助现在的这个市场机制的设计，挣到一份什么呢？比别的行业可能多一点的钱。然后以至于说你的认知和钱提高了之后，你会有更多的机会。这是当时我跟他们讲的。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话也不是错的啊。那么。还有很多人成功的企业家啊，还有很多这个做房地产、做医药，因为我们这种情况太多了啊。那么他在这个领域，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这个独到的这个能力的。这是我干不了这个事儿的啊，我干不了。我接触很多，但是我知道我干不了这个事情。我现在能把自己这个独立的这个做点经济研究能做好，我已经觉得阿弥陀佛了啊。那个我大部分为什么我们家我说我刚才不是开玩笑。
我管大事，我夫人管小事，因为我夫人很喜欢你啊，就是这个一听说我跟你直播，还专门来看直播，所以我今天一直很紧张，没别说错话啊。完了之后呢，些没这有个饭吃，跟你讲。对，就是因为我发现我执行能力不如他，哎，我发现他执行能力特别强，哎，就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分工啊。所以呢，就是说认清自己，找到合适的方式，同时呢，我觉得心态上要平和，心态上要平和啊，这是我觉得你说你。投资自己啊，无论是你是看书还是什么呢，还是说跟着一诺学习啊，还是看管老师的书啊，这些学习的方式我觉得有很多种。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在学习当中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专业和认知能力。这是我自己不一定对啊，自己的一点粗浅的体会啊，嗯。特别好。我想其实最后稍微总结一下哈，就是哎，首先你说你夫人在看哈，如果你夫人的话，在直播间给我们冒个泡呗，看看今天管线油说的怎么样啊，晚上有没有饭吃啊？然后今天晚上回去，如果他再对你孩子发火，你就把这个拿出来，没让有，他发他现泄。在比我，他现在比我平和。我现在偶尔对孩子发火，他现在好多了。嗯，那他已是经那被是。我孩子治的这个没脾气了。那应该感到高兴啊，说明你孩子水平高呀，对不对？那如果你的孩子被你们俩治的没脾气了，那才是很危险的呢。你要反过来想，你这么一说，我忽然释然了很多哈。对的呀，你很成功啊，说明不管怎么样，是不是啊？孩子能10岁就把你治得很服帖，那就说明你孩子这个天资聪颖。然后呢，最终这个又没有被你们破坏得太厉害啊，很棒很棒。然后那个，但是刚才我又讲回到，因为今天的确是，其实是因为蛮难得的，因为就是讲，就像刚才讲的，讲钱、讲投资、讲这些事情呢，其实声音非常多，大家可能都会有看到很多公众号啊，各种各样在讲。那我也是头一次在直播里面讲这个题目啊，就是在这种直播里面题目。其实原因也是，我觉得能像亲友这样把这件事情讲得比较，首先很接地气啊，然后呢又很清楚，然后呢，而且在这里面也有，其实大家如果看这本书，其实是有。因为大家都理解很多事儿不能讲，但是你如果看的话，其实他的建议已经给的非常明确了，就是这些建议也都很好，也都很有实操性啊，而且是一个面对普通人的书，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就是这都是你要再说给你拉黑啊，好像一诺不是普通人，当然是一样的呀，大家我也没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家族办公室搞这个东西，也不是也得一笔一笔的来，然后也得每天要搞这些钱，然后包括像我们做教育、做学校啊什么的，就更是在。经济运行的规律之外了，这肯定是不挣钱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些就是每个人的需求都有，而且能用。就像刚才我回到刚才听我讲的，就是说其实他可能这些年的工作，他们做的这个儒士研究院吧，其实是就像刚才讲的，是在一个所谓的参谋部。那这个位置虽然他自己很谦虚，说他这个能力有限。那就算他能力有限，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精力也都是有限的，所以他这些年都在这个参谋部里面看这个场地。那这些就算按他讲的，如果他真的能力有限，能够在这些年里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不断的看，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拿钱买来的，对吧？我们花个在直播间我看我们这本书只要40多块钱，你花40多块钱可以买管清友同学20年的经历，对吧？然后而且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建议，虽然没有那么具体说啊买哪个股票，这个他也做不了。但是我觉得对如何普通人如何思考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如何从自己角度来讲去做一些相关的安排和配置，这个本身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对，啊，而这个我且，觉得看完这个书，大概大家就知道自己能怎么做了。就是对。在你的这个约束条件，大家能怎么做，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楚啊。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肯定是这样。而且就算是你没有怎么做，至少嘛，你肯定这亏的钱比你在基金里亏的少啊，40块钱人民币。你也知道自己怎么亏的，是吧？对，你要知道自己怎么亏的。当然，这本书就是在直播间里边被这个管清友忽悠的，这个是你马上知道了。但是这里面很多的这个，其实对我们自己的财富的，就是就像刚才讲的，我就至少我钱没了，我下一次我至少对吧，买个教训嘛，这个教训你也要买到的吧，是不是？因为这个，要不然我们这知识付费我们就从。大部分人，这就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人性就是这样，就是买一本书吧，花个几十块钱吧，他会特别纠结；但是买个基金、买个股票吧，花个几十万、几百万吧，他磕巴都不打。是所以的，我原来有个观点啊，一定要就是如果你确定下场买股票、买基金，一定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好多人说怎么还买大白菜的心态？标其实呗，我想，对，对，我补充一句啊，这个。刘震云老师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是一个人啊，在什么时候啊，就是最有自我实现感，
他说就是你去菜市场的时候，他说你看上至皇宫这个贵族啊，这个下到平民老百姓，到菜市场，如果说你能跟那卖菜的讲下几毛钱几分钱来啊，你会感觉哎呀，走在这个菜市场，你都感觉无比。无比的这个荣耀啊，就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去菜市场少啊，这个我可能不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说啊，咱这真的是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买基金做配置，你一定要学会斤斤计较，但买书不用，对，真的买书不用。真的买书，而且真的太便宜了。因为真的，我总在讲，因为我在美国也买书嘛。美国一个正经的书，最至少一个新书大概十几美金是很正常的，也像100多块人民币吧。国内动不动30、40的，也便宜的很，质量一点也不差，都是哎非常呀，而。出版社好难！现在我发现出版社好难呀，哎，是的，哎，其实我一开始觉得作者难，因为大家知道你作者嘛，也就拿个10%左右的版税，也就是说这40块钱哈，卖一本的，讲老那没个，有作者是不靠写，是这样的，你呢？你也知道，作者不靠写书赚钱，写是的，书不赚钱的，没有，那写是书因不为赚在钱，中国赚写不了书只钱，是把自己的观点留下来。你要是在美国，完全可以靠写书赚钱的，就是其实只是在中国你做不了，真的，你作为一个 writer 在中国赚不了钱，但是呢，就像你讲的，出版社也很惨，然后今年还好多被淹了，是吧？然后幸亏这书是新印的，可能没被淹，所以呢，至少我觉得我们这个既然已经在股市里面知识付费，已经付了费还没得到知识，那还不如买本书能够学到知识，对不对？那倒是，嗯，好吧，太好了，那我知道了，那个学好，弟下线了，那就特别高兴，对，也是感谢直播间。我们找时间再直播，时间长一点。今天下午确实有点，我得去一个企业参访啊，没问题，你先搞点内部信息啊。好嘞，好嘞，好好，的，运动，加油好，再见，啊！好，各谢位谢直有播你的间联朋友系。再见啊，再好会，的，谢谢大家支持啊，拜谢谢，拜。再见，拜拜，拜拜，有，哎，拜拜。拜拜，嗯。